这个歌叫什么？这歌叫什么 ？I love。谢谢。Everyone。照亮的就是你的心。好，你赶紧啦！你赶紧盖小，你赶紧看嘛！这根本看到了。雨汉，汉典的菜。雨汉典的菜。哎呦！而且我跟你讲，因为乐天雨汉典，哎呦！不是，我觉得他最厉害的一点是，不要结巴。怎样？他是这个啦啦队之外，哎，怎么样？他是一个音乐的才女。啊，这么普通的介绍，对，他还会自弹自唱，你有学有肉一点好不好？两个字就能好好介绍完毕了，你看还拿金钟奖最佳节目主持人奖，两个字啊，对啊，手一比喊出那两个字出来啊，贱内，太快了，贱内嘞，请当事人来，然后于汉可以比回去，聊天，哎，于汉今天要开始进入两人世界了，会不会紧张？今天会不会紧张？你先不要紧张吧。我其实很紧张，很紧张吗？对，我第一次录这样的节目，没关系，就是猜歌节目。如果会的话，举手要举快一点，抢答要好。好，没问题。要前辈提醒，深呼吸。就你猜不出来的话，你给他一个眼神，好，偷偷对对。因为事实的，我会给一点提示。对，他会用眼神跟你确认，告诉你，对，确认过眼神，确认过就 OK 了。他知道的歌很多啦，是，专门在这个唱，你随便哼唱一首，看他能不能讲出来。好。好，我们随便哼一首，你猜猜看，别人不准抢哦。好 ，1、2、3，Go。一人分笑，耶，一张空床垫。好恶劣，他还从 A 段开始。没有人爱宝贝，很喧哗的白天，来了，安静的深夜，来了，我成了双面人，好想有两张脸。有人见，没人怨。有时间没时间，哎，你今天唱副歌好了。寂寞不是两三天，没事还没到万千遍。我刚刚 solo 了很久的时间了，所以叫做 solo 怎么样？我跟你讲哈，这叫自取其辱。solo 很长 ，solo 很长，按点真的没有台阶。所以叫做歌名叫 solo 很长 ，solo 很长 ，solo 很长。英文叫什么 ？solo 很长的话 ，solo solo 怎么样 ？solo solo solo。哎，漂亮，答对了，哎呀，你看多厉害！这首歌多受欢迎，一唱副歌马上就知道。我的新歌了，我的新歌了，哇 ！Solo Solo， 真的没有在注意你，好心酸哦。哎，我们都已经弄成这样了，令人鼻酸。没关系了，慢慢。你还是要幸福，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，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。唱得很好哎，跟着我。还是要幸福，我才能确定，我管得很清楚，确定。
想要补一下 solo。哎，雨汉没想到会唱，歌词唱的很不错。他真的是音乐主播。我来，我先交代一下，等一下马上轮到你们。那刚有这两段就用这一段。我也像任何用这一段唱的有感情，是是，好吧？好，好，恭喜恭喜！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哎呦，Joanna，玩弄你，玩弄你，这也是很早的专辑，也是翻唱的，对，陶喆，他整张都是翻唱，对，整张翻唱。好，三秒钟作答，三、二、一，请亮答案。答案就叫《爱很简单》呐，《I Love It》。I Love It。哦，这哎，问一下，雨汉，这什么歌？这个歌叫什么？这歌叫什么？《I Love》。谢谢。Everyone。陶喆流沙，好，下请下。哎呦 ，Q 喽，来看一下下几颗，五颗，一颗，一颗，一颗，哎，领导你敢沟通起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下一颗？要不要改？感觉会啊。但是你下一颗连赢的机会都没有呢。啊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会，所以我们这样会输比较少。这样我们赚不了了。对啊，不想让他们赚星星。可恶！赚星星你也不会赢，他没有赚星星你也不会赢。对啊。那你当然要选择放手一搏嘛。所以可以要不要增加几颗？五颗好不好？哦不不不，我不能，我这是你们家的事。八颗啦，就赌他不会了，八颗试试看。我觉得他会不行，一颗好坚持，可以也可以，开价不会，坚持。他这个就是小辣椒，娶到这种你麻烦，接扣点派出力，你跟他沟通，好好跟他讲，他也不听，他坚持，他就一颗就一颗。你想生三个，他说哦不，我就一个就好，那你这将来你很难处理。这个悄悄话好大声，都听到了。